我跟你讲一点东西，那个呢，就是因为我刚刚发明，以前我发明了，但是呢，我觉得不好用，我没有继续用下去，所以最近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带几个 handphone 呢，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听video 啊，根本不方便，用比较清楚啦，我们去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啦。一个小小的 handphone 啊，iPhone 啊，咁啊带个 iPhone 也可以。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嫌它每一次咧，我听的时候咧，个耳朵咧呢条啊，咁啊皮咁啊套住井地，咁啊它好像掉掉粉，要等下又粉出来，等下又粉出来，我觉得真是很麻烦。咁啊后来我就我用以前都试过试过那个发明，其实我放弃了，可能我做得不好，或者没有耐心，或者你的 headpan 不好，所以我后来就最近做到个 headpan 很适合，很好，所以你 headpan 也是蛮重要，那个头 pan 也是蛮重要的，好像有一个 design 是有一种耳塞的，只不过也是很麻烦，很大个，很大大个，很大块，然后就不方便，所以我结果系我自己 idea design 的。还有一点东西我要提你先哈，因为这个耳塞呢，因为用塑料做的，plastic 做的，它有种黏黏的，其实你可以拿爽身粉呢，冲凉的爽身粉渗在里面弄一下，它就很滑很滑的。还有一个清洁的方法就是用什么呢？就是用那种，是一种伤一种受伤了一种字的，它是一种黏质的，不是胶质来的。咁啊，你如果觉得你那条东西好像冷冷啊，不舒服啊，咁你索性将剪你咁样啊，我不用浪费时间做一点点给你们看先啦。啊，整条整条咁样捆起来，整条捆起来也可以。如果你想安装的，我相信安装了那个东西都歪掉了，哈哈，没关系啦。啊，还有一点东西告诉你，用耳塞我很有心得的。第一，呢度咧很大的，我告诉你，你不妨呢拿个剪刀剪一点点。那譬如说，我做给你看咯，一个剪刀呢度很大嘅，我试过呢度很大，很不舒服。咁然后呢，你就剪你。剪一下即系剪一下，剪两下即系剪一下，咁啊令它很生缩小了。它毕竟耳朵里面的时候呢，戴起来也蛮舒服，不容易掉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说呢两点重要性还有一点重要，为什么？如果你觉得戴出去系不方便，这个 headpan 系不方便嘅耳塞，没关系，我们弯了。譬如说我呢个做了啦，OK，没关系，我搵了，搵一个没有这个，呢、这个最争你戴，或者戴出去，你看你自己嘅需要啦，咁或者自己戴，咁然后呢，然后准备这个，咁呢、这个可以戴出去也可以，看你自己喜欢。还有，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还有一点，我呢个袋很奇怪，因为我最争你戴住嚟做揸你嘅东西啦，所以我不方便戴个袋，呢、这个就是点乜子？乜字咧？套一个 handphone 啦，系咁样我套住里面最争你咁样套住嚟喺你放啲衣服里面就不会掉掉肥，很方便我嘅做东西。所以我当我听嘅时候，我就咁戴。所以你做好个 headpan 咗之后咧，嘢 headpan 我已经做好了啦做好了是怎么样咧？很简单啊，就因为怎么简单我做好了，等一下先示范给你看咁啊，呢个 headpan 我已经做好拧好了，用一种呢种胶纸拧好了。好像以前有得买的，但是我就用自己嘅 design 因为嗰种比较很麻烦，我觉得我自己嘅 design 更好用。为什么？你戴起来蛮舒服的第一你可以这样戴又可以套进个颈里面当我们做东西也不妨碍到我们，很舒服。如果你们觉得呢，譬如说我带住呢个电话，觉得真的有点很，怎么说，有点累了累了，咁没关系，咁你就放住一边，真的很方便。还有，如果你，因为我听了几十年嘅耳机了，其实我戴个十几岁
十四五岁就开始打耳塞的。其实我打耳塞跟人家不一样的，为什么？人家呢，如果一个耳塞呢歪掉，整个掉出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一个歪掉，两个耳塞的那个歪掉，我只系用一个来听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影响的。为什么？就是那个耳塞，如果我们长时期的两个耳塞塞耳朵的，它令到它很容易令到我们耳朵受伤害。为什么我听了几十年都没有受伤害呢？就是因为我用一个耳朵来听啊，这个听呢了，这样听一个，听了咯就到这个，所以我永远我听耳朵，我不要这样一对塞住来，很伤害我们的耳膜的，就是因为我，那几十年来，就是用一个耳朵来听，所以到现在我的耳朵保护得很好很好，不错不错。所以告诉你一样东西，还有我跟你说那样东西怎么连那个 headpan 啦，我已经准备一个 headpan 了哈，怎么准备个 headpan？ 你有时候你 headpan 可能不适合的，最好你不是我的方法不好，因为有啲 headpan 比较紧啊，或者戴着不太舒服啊。所以，如果你找 headpan 的时候，也搞得个比较适合你的、比较舒服的最好了哈。但那种东西也是很难说，也碰那个运气了哈，对不对？所以我们连一个耳塞怎么连的，一副耳塞出来呢，很容易、很简单哈，就是这个那个耳塞。咁啊，如果我们放那个位置啊，比如说我们准备那种咁嘅胶，那种系用 plastic 不好，那种系。连这个纸的那么我们连小部分这样放这边，然后我固定它比如说我大概放中间啦，或者你放一边也可以，一边多一边少就可以啦，就这里，然后呢我就将那个 headpan 呢度就OK 就捆起来，OK 捆起来。如果你怕它很容易脱出来的。不小心的没关系，你可以粘多两张，因为纸呢比较不用挖挖比较容易清洁，你不要的撕出来也可以，但是塑胶就不好了，它有种黏黏的，用的久了就不好了，那粘得很紧的很紧的，那么粘了之后呢，那么去。你自己喜欢啦，因为呢种 design 嘅东西系没有一个限定嘅，系靠自己嘅喜欢改良你喜欢哪个，你选哪个又不一样啦，所以你try 一下你看一看，我喜欢这里连一下这边有连一下也不奇怪，所以看你自己嘅需要啦哈，我觉得OK 啦，咁啊连两个都够啦，OK，咁啊然后我怎么做给你看啦，其实很容易嘅。我那个 headpan 我放在那个iPhone 的就这么简单真的很容易。如果我连了啦，很简单。如果将来拖出来，你要弯啦，没关系，因为纸的很容易处理的啦然后呢，我比如说那边长的，那边短的，没关系，我可以那边也可以或者就这边也可以我戴上头最后面套起来也可以，对不对？或者，放在嗰个颈嗰度，也可以。所以我看呢个 design 真的对我来说，系 very good 噶啦，系最好用噶啦，OK，就是你给你，如果好的，给我一个订阅，拜拜。